又来大潮了，过来捡黄豆哦，海螺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收的。哎，这里又来一个，哎嘿，四个，这边还有吧？那边还有一个，但是这边不是，但是这边有点危险。哇塞，收的。哇，哎呀我去，哎呀我去，跑了，好尴尬呀。哎嘿，上来吧，这个是个软皮哈，但是个头还是很大，这个不要。哎嘿，花盖，哇塞，又跑了，又来一个，收它。屏幕前的小伙伴，像这种地方你们就不要来了哈，这种地方呢我来了拍给你们看看就 OK 了，你这种地方太危险了，但是货确实多，跟捡花生一样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收。这里这种辣炒特别鲜啊。这里，哎嘿，海螺是真多吧。这里又来一个，哎嘿，收。还没有发现超大的，不着急，让我发现一个超大的，这个不是，哇塞，收，那石头上面都是啊，那个好小，那个不要，小的就不要了，抓紧时间捡点大的，爆桶就算。这里来一个，收。来了。来了，好多呀！哇塞，这个石头一会儿冒出来以后更多。这里来一个，哎，这边又来一个，有的在石头底下根本就看不到呀，眼力再好，但是你也没有穿透呀。给我来个透射的话。哎，水底下我都能看得到，不一定好使。那边那个又夹着夹哈，来了，来了，小老弟，收。终于发现一个大货，哇塞，这个不得半斤啊！收了，那边好多小的不要了，来了，一个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哎，这个大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拿不了，这个也不小，哇塞，这个肉呀，走，抓海螺的话一定要眼观六路。你只有看得到你视力范围以内的，你才能收得到。看得多，收得多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拿不了。我这么大的手，拿了四个就拿不了。大的回家清蒸，小的回去辣炒。来，收。这里来一个，收。这个可以哈，这个还算蛮大的，收。哇塞，收，收，收。这个大，哇塞，好大。这底下还有个小的。哎，跑了，不要不要，嫌弃。收。收，哎呦我去，差点这个又跑了这个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东西夹的。
太累了，说不出话了，满满的喜悦感。行，这里来一个，哇，收，这两个半斤多重，哎嘿，是不是把屏幕前的你给转晕了？兜了一圈又回来了。